因为我们像我们去的话，不能他要从那隧道过去嘛，要从那个桥洞过去嘛。你也可以打车去。啊，就可以进到里面了。对呀、啊。一直到那个酒店嘛，对不对？那汽车那块儿那个。嗯。哦。他买票，我买票是买到那个酒店是吗？还是这个酒店？买什么票？那个系统上看到有个什么，到一百多层上面可以看那个什么景观的。哦，就是棕榈岛那个景观。对。但是应该不是那块，不是到亚特兰蒂斯。你既然看景观的话，你是看亚特兰蒂斯的吧？对。嗯。啊。你知道吧？对，一个印子，那是这是什么？那不是那，不是亚特兰蒂斯。不是亚特兰蒂斯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ere are Chinese antiques here.